来到火把教会，你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Porch News。 在这里要特别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等一下欢迎你在聚会结束之后到五楼的这个方向，我们有为你特别安排了一段时间，让你可以更多的跟我们相处，更多的认识火把教会，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12月火把圣诞季，不知道你是不是在到处都感受到浓厚的圣诞气氛呢？当你看到许多大棵小棵的圣诞树，大棵小棵的星星在教会在台铁的时候，你知道辛苦的布置组需要有多少的同工一起加入他们吗？不管是弟兄或姐妹，欢迎你们都可以报名火把施工，加入火把布置组。另外呢，在教会办公室的大走廊也可以看到有许多的展览，这一次的展览有许多可爱的立体的小房子，房子里面有很多由火把儿童艺术学院的小朋友所画的，是他们的家人。欢迎你们一起来这边看看展览。这个展览的主题叫做耶稣基督降生的大能，是由火把儿童艺术学院的小朋友和火把教会的几个艺术家一起完成的。这个星期的祷告会也因为圣诞节快要来到，有一个小小的惊喜的暖身，不知道你有没有领到礼物呢？如果没有也没有关系，在12月20号的第二次信心之夜祷告会，你也会有机会得到这个小小的惊喜哦。另外，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小小的考验，火把人，请接招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way。叮叮当，铃声多响亮。Hello， 火把人，大家一个礼拜不见，不知道各位火把人都过得是否好呢？我相信大家已经都过得非常平安，所以我们今天又是寻找那颗星之活动 Part Two。是的，我们今天要做什么呢？本日大挑战，请听一首圣诞歌曲，然后当音乐停下来的时候，请继续唱吧。听一首圣诞歌，当音乐停止时，唱出下一句歌词。是的，所以我们要请你听我们一小段音乐。准备好了吗？叮叮当，叮叮当，铃声多响亮。所以我们要送给你一个礼物。来，我们看看我们圣诞帽有什么东西呢？啊哈，送一包满天星，恭喜你，恭喜你，谢谢你。是哪个版本呢？Away in a manger, no crib for a bed, the little Lord Jesus laid down his sweet head. 耶、yeah, ，非常好，是是是。耶、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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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唱。Na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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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Rudolph, your nose so 什么什么 Waka bright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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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dolph the red nose reindeer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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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我们要的是那一首歌的下一句耶，我不会。是的，开始咯，三二一，一闪一闪亮晶晶，满天都是小星星，挂在天上放光明，好像许多小眼睛，一闪一闪亮晶晶。哦呦，满天都是小星星。这样可以吗？谢谢。哇，跟着火把人一起唱圣诞歌实在是太幸福了。是的，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的可惜，这样就结束了呢？我告诉你们，还没有。所以就让我们期待下周的寻找那颗星之活动 Part 3。拜拜，拜拜。关于圣诞节特别聚会，我们还有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提醒大家。感谢主，上周圣诞节特别聚会锁票非常的踊跃，票券已经全部都索取完毕了。如果你还没有锁到票，该怎么办呢？没关系，还没有拿到票的火把人，这里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
12月9号、16号这两周，在火把主日柜台都有个人锁票的柜台，提供给还没有锁票的火把人索取，每个人限锁一张。提供的是12月23号早上场或下午场的票券。另外呢，如果你的动作非常快，已经锁好票，还有多余的票券，在12月9号、16号这两周主日，鼓励你将多余的票带到主日柜台退票区，把多余的票退给还有需要的人。如果你真的非常想要邀请新朋友，可是都没有多余的票可以给你，怎么办呢？接下来的讯息你要注意听哦。12月22号、23号的三场活动都会有等候区，让没有锁票的弟兄姐妹可以排队，在活动前的10分钟会开放等候区的弟兄姐妹可以进场参加。所以要特别提醒已经锁票的弟兄姐妹们，最慢最慢要在活动开场前10分钟进场哦。火把未来式，火把人不要错过每一个精彩的活动哦。让我们一起来了解。12月份21天禁食祷告会，每天晚上6点半到7点半在火把办公室，欢迎弟兄姐妹用禁食祷告来经历生命的扩张和改变。火把今年最后一次受洗礼拜开始报名喽，这次受洗的时间是12月29号星期六的中午，欢迎大家赶快跟小组长或到6楼的柜台报名。报名截止的日期是12月16日。母会的新堂奉献专辑 River of Faith 钢琴四重奏，也欢迎弟兄姐妹在会后到6楼的销售柜台购买。主日聚会即将开始，祝福你今天有非常美好的得着。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一起来欢迎今天的主日聚会。